吴小姐。哇哇哇，等了好久，昨天晚上终于下雨了，太好了。像这样多下两天的话，我们过不了多久就可以上山捡菌去了。今天我们就搞上一只这个猪脚来吃吧，反正这样的天气就我们就煮肉吃吧，也干不了什么农活。这个猪脚是我们前几天花了87块钱买的，比较大的。猪脚应该是每个朋友都吃过了，但是猪脚炖酸菜，朋友们吃过没有？猪脚酸菜炖猪脚在我们是我们云南曲靖这边比较有特色的招牌菜，所以说它在曲靖比较出名，但是在我们楚雄这边也是比较受欢迎的，吃的人也比较多。我们现在就赶快搞起。生火生火，我们先烧上一点热水。我们把这个猪脚烧一下，在我们这边不论是新鲜的还是腊猪脚都喜欢给它烧一下，烧一下煮出来更好吃一点。这个是很闻的檀香了，腿皮猪脚。给它多泡一会，泡个5分钟左右，我们再割。开搞开搞，可以了。我们这边先给它泡，反过来泡一下，我们先刮这边。现在有没有刀？不叫什么刀，骨头刀入掉，再做点专门事。上锅，我们先给它焯一下水。不清晰啊，我多倒点喝。我们给它打到冷水里面，
清洗一下。放到这个小炉锅里面煮去，煮小炉锅里面更快一点。上锅煮起。放点黄姜，炒锅，盖上盖子，慢慢的随它炖着吧。哎，老爷，来那整鸡翅嘛，回来烧个腊怎么了？啊，我老叔烧一个辣椒网，我老叔烧出来的辣椒网特别好吃。切上一点这个腌菜。酸腌菜比较开胃的，配上这个猪脚特别的好吃。一罐的这个呀。煮了好几个小时了，都泡了。泡得很哦，煮，赶快下蛋，下蛋，下下锅，上锅，放少许的油，倒入酸腌菜，把它炒出香味。喜欢吃辣椒大蒜的可以同时放下去。我们要把这个猪脚咬进去，今天煮的太泡了，我奶奶不断来凑火。出锅，出锅。不用用到这板上那个。那我端上一点糖，再吃热点。不服也行啊。太有食欲了嘛。大碗装不下喽。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。老爷，说好老实吗？
我又跑多点了个。来上一头。要我俩都肥得很。涮一下辣椒。看来你们是吃出感觉嘛，你们的。哎呀，那冻得快。干一桶。整到。辣子往里面煸哈。整到粉里吃。生的吃烤烤鸭吃。就是粉里吃的过瘾噶。粉里吃。不长辣子给。啊，吃好的吃好的吃的，不长辣子。给差不多些。味道没有。就是那个泡还好吃，招牌菜了吧？人家这个，这个，嗯，这个究竟是这个名字叫什么？酸菜猪脚啊！现在我们就吃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吧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。